勤劳的羊儿有米吃。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今天是卖菜有史以来货最多的一次，提前来把那些货放到那儿准备起。哇，累了累了，赶快的把它摆整齐，摆出卖羊来。看到那堆有点吓人嘞，那半天时间，那6家人的孙子看看能不能够卖完了，加油加油！不剥的都是2块，好难得剥哟，不难得剥，我教你嘛，你都先把那个尖尖那个一撕，看一撕它都出来了，得算10张斤。先剥安逸得很，剥了马上都放锅里面煮，把我教你的那样子尖尖给它一撕。然后那样子它都出来了，嗯，来撑开，算你16.5块嘛。嘿，来慢走哈，姐姐。20, 6, 8, 10。谢谢啊，不谢不谢，慢走哈。啊，那个是6颗鸡蛋，你拿回家剥嘛，娘娘那个旋剥，剥了之后都马上下锅，新鲜得很。对，很香。慢走哈，姐姐。哎，好的，剥了过后都是6块，要不要得？要得呀。搞哈了，搞慌了。才6角钱，好，收到了，慢走，师傅。搞慌了，6角钱都撑出来了。老李来一截，我给你撇头水。多了点哈，5块钱，姐姐，5块钱，先剥先卖。娘娘说来学一盘我剥笋子的技术，能够啦？对，撇嘛，撇得好撇。切能够能够这孙子啷个卖呀？孙子2块钱一斤。哎，那个好点了啊。对，再来多剥几个都剥顺手了。你也是福利的。5块钱，嗯，差点8块钱。那些都是应季的野菜，那种剥了的6块，那种2块，买回家自己剥嘛，剥了马上就下锅，收的11.5块嘛。9块。好，慢走。哦，我自己养不出来。那是鸡蛋，6颗鸡蛋，是莫福林莫西川那些叔叔娘娘喂的，婆婆爷爷喂的。他们那个鸡的鸡苗啊，全部是村头免费发放给他们的。谢谢，慢走哈，娘娘。我先80个一个。6块钱。哇，哪个啊，娘娘？啥子？你要买啥子？鸡蛋啊，你选起的吗？顾客成了自助的了，姐姐，2块，谢谢你的耐心，等了那么久。8块钱，嗯，1、2、3，来找你3块。好，慢走，慢走。对，包包背好。哦，手机在。哎，对，那个两个小孩。好，哇，你蛋要包好哦。我管他呢，没问题的。装得着哇？装不到，装不下了。姐姐，慢走哈。14块钱，哎，娘娘，你选哪些？2块，8块8。那个2块钱一个。选了10个哈，师傅。是吧？哎，谢谢你，谢谢。带来的200多个鸡蛋全部卖空了，
还得感谢那两位友友，一次给我买了，有的人给我买了80多个，有个人给我买了50多个。那堆笋子还要努力加油哎！鸡蛋菜罐儿。这个笋子好吃，壳壳太多了。壳太多了。选嘛，那后面也可以选。那两的后面也可以选。选了拿来，我给你们称。今天过五一节，人应该多，挑战半天时间，把那六家人的笋子全部卖完。来，你说选嘛。好，再拿个袋子。桃园背起来的，大山上背起来。大山上背起来的，大山上背起来的，五零。五零大山过来。哎，他不会吃。就是啊，好吃的东西不要怕麻烦嘛。嗯，慢着哈，师傅，我把这上面拿下来。自己动手剥出来的香。哎呀，好可惜，我们家里头住在那。价钱买得起，阿姨呀，拿回家自己剥。今天过五一节，好多人了，到菜市场来买菜，难怪不得我的那个笋子恁个多人买。来，亮亮。好的，你可不都是老人？对头，拿回家自己剥嘛，自己剥哪个剥？自己剥出来吃起香得很。教你们啷个剥，你拿回家恁个。教起的。是，对，那个意思。撕一点点就行了，然后在手指拇上面那个角，哦，懂了它都出来了嘞，看嘛，对，好嫩哈，老的，上面那一层笋子卖完了，就剩下那一堆了，拿个袋子好嘞，大家叔叔你又来买来了，你很喜欢吃笋子是不是？啊，咸鱼包，嘿，又要开的又是5块钱的，嘿，又是5块钱哈，还有点开心。哎，我那个手好厉害呀，哎，刚好好快呀，叔叔，你的手特准，11块，对头。好，多赚点来，多赚点点。没关系，你给我买了几盒了。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叔叔今儿都买了我2盒了。姐姐，你们买了个都在这儿炫博哈，恁个呀，恁个。对的呀，恁个。只晓得偷欢了。你们选了个都在这儿博嘛？我教你博的方法。很简单。哎，师傅。带来的500斤笋子都是那点了耶，好，慢着哈，师傅。好多哟，卖完了哦。啊，壳壳好多哟。啊，对了，几百斤卖完了。你走了呀？我给你提包笋子，提起回去吃。谢谢喽！不谢不谢，你借我扫把，又是借我搓机，又是借我口袋的。哎呀，少价的哦，10块钱，1斤多。啊，哎呀，好乖哟、哦！谢谢。嗯，拜拜。好乖呀、哦，那妹妹。都能够称啊，袋子都不要我的啊。谢谢亮亮，7块。好，慢着慢着，卖空了，卖完了。亮亮亮亮，慢着哈，500斤笋子，今天全部把它卖完，那是我卖菜有史以来卖的最多最多的一会儿嘞。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刻，今儿收入又破纪录了，卖了1000多块钱，500斤笋子，200多个鸡蛋，天哪，破纪录了，收摊了。妹妹，乖乖，你今儿帮了我忙耶！你今天帮了我好大一个忙哦。阿姨送你笋子吃，好不好？好不好？好呀。
拿回家让你妈妈给你炒肉给他吃好不好？好啊，来吧，走走，你们乖乖好乖哦，今天他帮我们，谢谢没有，不谢不谢，要个谢谢你，他今儿帮我的忙，只顾帮我剥笋子，拜拜，下回又来找你耍。请了李燕儿用你吃，春天肯定都要卖野菜噻。哦好，那个地方找别个站了。哎呦，哎呀，那没了。好，那里我把你路拦了。啊，马上我们趁了就走。20块钱啊？哎好。哎，杆杆都下来了。5块，哎好，收到了，慢走。姐姐，5块6，手里5块5，来师傅找你，10块5，好慢走哈师傅，看嘛这儿给那里，5块钱，哎好，你还要小手吗？懂那个呀，你是野村吗？哎，野村，好多钱包啊？2块钱一把。哦，那也差不多，3包吧，3包，好。25、26、27。那个好多啊，那个春燕儿好卖耶。春燕儿啊，春燕儿5块钱1两。那个是新鲜采摘的，慢走哈，妹妹。哎。哎。那个好钱包啊。13块钱。多少多钱吧？2块钱。嗯。你是啷个卖啊？2块钱1把。我买那么多啊，16块钱，12块，哎，我们在福利临时，嗯，好，慢走哈，娘娘，谢谢，谢谢你。我还说临时卖一兜了，结果在这个地方卖了恁个多兜了，都快卖到100块钱了吧？走了走了，嗯，那个地方是路口的嘛，嗯。哎呀，都在这个位置摆，看嘛，那是春天的野菜，想得很，那个是山上采的。赖婆婆她喊我把那个树丫丫搬起来打广告，那样更有卖相一些。选点春燕嘛，春天都是要吃春燕的。好多钱吧？2块。好。哎，春燕儿，春天都是要吃春燕的。30、32、34、35。36。好，慢走哈，师傅。摊位把它整理一下。哟。那个香葱了没？香葱2块钱1把。来一把哈，好。15、16、17、17+5，22。哎，不要拿。好好，慢走哈，美丽。哎，我等呢。我等5块钱1个。哎呦，收的4块钱。找了娘娘，我就找了一颗硬币，没得纸币得了。哎。啊。一把也都几块钱，5块钱1两。谢谢。鸡蛋我没高兴去收。5块钱1个，哎，好点个。5块钱1个，那个鹅蛋是真正的农家鹅蛋，是赖婆婆家的，给你算8块钱。没有没有，你应该远来照顾。哎，春燕好像走。接一些出来。啊，春燕儿，1两。5块钱1两。哎。你要烧的那个？你要烧的吗？那里有3种的。这有3的。好，慢走哈，师傅。春燕儿，看嘛，5块钱1两。嗯，那个小水了。小水了。哎，2块钱1把。这个是要称吗？哎，称一下嘛，称一下。
好，这个15块钱，19。慢着哈，美丽。来买折耳根，新鲜的折耳根。哇，一哈哈时间都买了几百块钱了。春天买那些野菜太好卖了。折耳根呢，8块钱一斤，亮亮。没有洗水。都是洗了的，洗了。对，洗了的放不得。我给你抓哈。你那个好便宜。那个2块钱一把。好，3块钱。8块8。好，19块钱，姐姐。哎，好。好多好多。好，慢着，姐姐。嘿，那些野菜，春天买那些野菜太好卖了。是不给你装到一起哈？要得的是嘛。可以，那里有三的。干干的，没洗水，亮亮，你放心的称，拿回家放很多天都可以的，吃好多，洗好多。10块钱的嘛。好，亮亮收你4块钱。冷不热啊？没发水。啊，这个没有发水。没发水，没有发水，你们称回家吃好多都洗好多，7块钱。刚好啊。多了点点，算你7块。野生的，吃露水长大的。啊，收到了。好，姐姐慢走。啊，7块2，收的7块，知道了，师傅慢走，找你3块。好，慢走，你的，放心的买嘛，买回去吃，其口感都不一样。第二呀，啊，这个还有，我在上街时候我们都吃过了，我就买了他大。啊，对。你买米的嘛，又买。他上次买了米。哎，那是两个炒米，有吗？8块，来找你2块。哎，哎，好，收到嘞，收到嘞，收到嘞。哎，好，慢走哈，两位。很香，那个是10块哈，那个再来1斤哈。哎，8块的，10块，18。好，慢走哈，谢谢。3块。我吃那个这儿那个。3块的。我经常刷抖音都刷到。15块钱。经常刷抖音都刷的。哦，谢谢美女。还有一个师傅。好，3块钱。给你多抓点。好，谢谢。真的好吃。这个折耳根真的好吃。好，收的12块钱。那个折耳根香。好，谢谢你，乖乖。一共16块钱，卖空了嘿，把那个样品给他撇下来卖了。赖婆婆说的那个方法很管用哎，摆到那点儿，吸引了好多人来看。看嘛，我给你，你好的，晓得。好，慢走哈，两位，卖空了。最后那几斤折耳根干脆不卖了，隔壁邻居的一家分一点，给他分成3包。每次到那个地方来买菜都麻烦他们，分成3包，卖空了。20斤春芽，25斤折耳根，全部把它卖空。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刻了，跟你说嘛，今天的收入已经破千了，卖菜以来那次是最高最高的一回儿。收摊儿，收摊儿。
呀，心头慌得很呢。把城头没见过的那种野菜带到城头来卖，不晓得好不好卖耶。好，慢走。还真的不错。看嘛，都很嫩，轻轻一切都去了。两根儿看看好多钱嘛？六块三角钱是不？
嗯，来吧哈，谢谢。好，慢走。要不要看哈我们的米嘛？我们家乡的米很香。好的，慢走。绝台开张了，卖了8块钱。价钱少一点。价钱没法少，这个价钱在我们家乡都是卖的4块钱一斤。行，这个8块钱一把，昨天才从那个大米房打起来的。没有啊，今天。炒米4块。哎，小姑娘。哦，好的，看到了。好，美女慢走。好的。绝台8块钱。来8块吧。嗯，8块钱一把。哎，好，好的，师傅，慢走。他们说对面的那个亮亮，今儿不摆摊儿，摆到他摊位上去。你看到锅子头吗？有，哎呀，有。你看嘛，有。机器出来的，从厂头弄出来的。好嘞，我买点儿。要得，好。啊。不得行，我们在我们老家的价都是这个价，炒米。4块钱一斤，4块，你哈称了呀？我把秤拿来。你那个米弄得好卖多了点嘛？来了，秤来了。炒米那个是也很好吃，8块钱一把啊，价钱好，51块钱，多大点来呀？我今儿第一会儿拿来搞。喜欢买炒米啊？我隔一个星期的样子又会来的，能量。慢走哈，姐姐。新鲜大米，农家自己种的，打的。我没看到，我好多人嘛。你看嘛，那个米新鲜的很，4块钱一斤。你闻一闻它的香味儿，是不是？我能够闻得出味道。对，我在那边。称两斤，好的。哎呀，我看你农家打的，自己打的面，10块钱对不对？行，要得，亮亮好噱头，好，给你称旺旺的，好的，谢谢，不谢，好吃又来买哈，好，慢走，来，一抓手上的粉粉都有的。那个米淘起出来，那个淘米水都是奶白的。那一袋是别个订了的，10斤他要。称2斤哈。好，慢走哈，姐姐。绝台。哎，现打的米4块钱一斤。那，娘娘，你看一下那个米的品质了，来，新鲜。口感吃起来软软糯糯的，好试下，我多买点回去。你可以先告告。买那个泰国米好难吃啊。我们那个米绝对的新鲜，昨天才从大米房打出来的。哎。也是新米啊。好正常。对。我喜欢蒸熟。哎，好，二十。好吃哈。哎。好。哎，好，慢走哈。好吃又下回又来。哎，好。嘿，没想到炒米恁个受欢迎。那会儿带少了，下次多带点来。米房打出来的，对，一样的，新鲜得很，冲到那一点你都可以放心的买。好的，收到了。来嘛，你拿回去告哈看，你吃起绝对的好吃，煮饭那个屋头都能够飘得到米香味儿。那口袋装了好多。哦，那个口袋。装得多哟，还有大的口袋。大的哈。在农村种过的那种米，你都晓得，那个米好吃。这会儿买一称回去告哈看。我买的是你大爷在家里买的。这米新鲜放心大米。师傅，你看我用手一搓，它都有那个米粉粉在手上，绝对的新鲜。好，谢谢你，叔叔。给了，看起来瞬间都变得嫩嫩的了，又新鲜了。那样给出来都看起有卖相了哈。好吃啊！哎，好吃！娘娘都是回头来买我的了。快，10块钱。哦，好吧，10块。自己种的是？不是种的，山上采的。那是山上采的。野生的。
八块钱一斤，十块钱一斤，就说农家大米很放心的，你放心的买，吃了你绝对会回头来找我的。你看嘛，我们那个手一搓下去，它米粉粉都留在手上。可以啊，这米干净，能够闻得出米香味儿的那、这个。哦，你还有人好吃吗？我说来多买点人。软软糯糯的那种，农村那个大米机没得办法去得很干净。大米机，我晓得。对头。就是那个缺点。三十块钱得不得行？要点。啊，我再给你装点儿。啊。才二十块钱嘛，哎呀。还新米好新鲜嘛？新米啊。十块。哎，好。买米，蕨菜。好，慢着哈，亮亮，好吃又再来，能够闻得出米香味儿，新鲜，那个米新鲜。香米的那种长相，有点像，有点不像我们那边的那个，有点那个香米长相。你看你给你好了，称十斤吗？十斤。嘿，十斤。手机付款哈，慢着哈，师傅，那点都是那个了，我称好就好做。要去走，如果好吃我那个嘛。我也在想好吃，我也想还要买一样。我可能那个我们加个微信。好的好的，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哦，好，收到了收到了，亮亮。哎，好，慢着。29嘛，29，这是不好吃的都在微信里面告诉我哈。好的，去了。好，皮头慢着哈，姐姐。我还说那个蕨苔先卖完了，结果那个蕨苔还剩4把米，反而先卖完。这个春天的味道，啷个大家都不来尝一尝呢？新鲜的春天的味道呀，好吃哎！那个蕨苔。好，慢着。好，最后两把，最后两把。自己去采的。好，慢着哈，妹妹。哎呀，卖空了，卖空了，心头的压力都减小了。哎，数钱。数钱，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刻。带来的100斤米，还有10把蕨苔，一共卖了400多块钱。卖完了，开心回家了。都是那种野草菜，都卖到5块钱斤了。来了，开摊了，勤劳的羊儿有米吃。今天来市场卖野菜，5块钱斤了。来了，开摊了，勤劳的羊儿有米吃。今天来市场卖野菜。哎，叔叔，你来找喂。他吃的那个菜，分到你。看嘛。5块钱一个，要得，来找你，拿2个嘛。帅哥，送一包黄豆面。要送2包，送一包那里才行哦。好，送2包，来，亮亮慢走。摊儿还在整理，都卖了10块钱。今天我来卖10包和野菜，5块钱一斤。说你卖价耶，这个大的5块钱一个，小的5块钱一袋，自己手工打的，5块钱不贵耶，姐姐你去转一圈了来看嘛。好吧。看到没有在？那天录到你的。干嘛输钱？来不来？10块没拿不到，姐姐。我拿起来还没开张哎，你给我杀那个低的价，我真的说的是卖价。我给你称旺点嘛，5块钱一斤。我们掐了2天时间才掐那点儿，手都指甲都掐黑了。五块，哎，好的。
那盖好几钱？嗯，五块。全部是小爱。哎，撑够，绝对撑够。你的德行了，我半点都算不出来，你哈都算出来了。好，两位慢走哈。艾草也看什么耶？看嘛，自家种的。买那个哈。要给谢谢哈，小妹。不谢不谢。买三根。哎，小艾小艾，哎，五块钱一斤。啊，那一斤。再旺点吧，再旺点哈。哎，斤半，三块钱三。一斤吧，行，大的五块钱一个，小的五块钱一袋。你看见吗？嗯，有一斤，有一斤。那我给你称看嘛。看嘛，一斤都旺旺的。哎呀，五块钱一斤，那个是小艾香。哦，拿不到。娘娘要不要黄豆面嘛？不谢哈，不谢不谢。慢着哈，娘娘。有收入，十块钱。对，祖祖二八香。那个都是难得吃，其实卖的都是工钱。我现在卖茶，不要了。来，找点五角，哎，对头的。好，娘娘慢走。那个野草都卖了30多块钱了，卖是好卖，都是太难吃了。大的五块钱一个，小的五块钱一袋。这个莴笋好多钱的？两块。娘娘自家种的。天哪，要多少啊？买三根都够了，买三根吃一袋哈。这个艾几块钱？艾呀，五块钱一斤。那全部是小艾，很香。来，莴笋，小艾，吃吧。你看他看了你的视频，看了我的视频了，谢谢谢谢。十块拿不到，叔叔，我给你称旺点嘛，五块钱。主要是那个掐起太恼火了，手都掐痛了。猪艾巴，猪二八香，五块钱一斤。哎，全部是小艾香，两斤二两。有收入，11块钱。那回去还要吃。对，这个都是。掐也懒得掐，扯也懒得扯，但是那个香，多好听的，啷个喊的？大头青菜这里卖。叔叔那个声音好得好听的，来吃吧，小艾，那里有卖。掐稀饭、掐干饭都要得哈。那种大的5块钱一个，那小的5块钱一袋。大的好便宜点。5块钱一袋，炒香了的黄豆面，找的5块，全是小艾。慢走哈，亮亮。大糍粑比小糍粑还好卖一些，15个大糍粑卖了还剩4个了，小糍粑才卖2个。哎，5块钱一个那个，哎，那个大的，那个小的5块钱一袋。哎，看嘛，全是小艾，5块钱其实都是卖的手工活了，那个很难得掐，我们掐都掐了2天。哦，秤砣挂起了，3斤。3斤半嘛，哈，妹妹提啊，好乖，小不乖提，好慢走哈，小美女，100多艾草卖完了，卖了70多块钱，剩下糍粑了耶，手工糍粑，糍粑。礼包都提起的啊，坐席哈。哎，就是啊。啊，哎对，谢谢你，亮亮，卖我那个便宜。好，
好亮亮。啊，你买快点，买快点。要得，要得，好的，买快色。我转过来，挨到叔叔。那样子嘛。好，慢走。100%的全是纯糯米，自己做的。啊，那个黄豆面。对，小吃吧，30-45，找你。好，亮亮。哎，好，慢走哈，亮亮。哎呀，最后那一个，来来来，收工吃吧。来，好，不要炸一下噻，用油来烙一下，那是冷的的嘛。来不来？那个黄豆面很香，里头有和的有芝麻那些。哎，美女慢走哈。卖空了嘛？卖空了，卖空了。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刻，今天收入卖了200块钱，那200块钱全部是利息活了。走了走了，叔叔。好，我先走了耶。好。哎，明天又来。要得，明天又来。好，叔叔，你快速的卖哈。好，快速卖。好。两块五位。今天进山看挖得到好多种野菜烫火锅吃，春天不挖一点野菜来烫火锅，简直是浪费了大自然的馈赠。走，飞白，走啊，黑妹儿。青蒿粑粑你们吃过没得嘛？哇，这个队伍好大。黑妹儿走，记录样子。咪。哎呦，好。终于录到了一只，飞飞走开，飞飞你走开哈，咪，换你半天你都不走，挖野菜呀、啊，你要留到那点撸羊。你看别个飞飞好乖嘛，喊走就走。嘿，走，飞飞。哎，不慌不慌。春天采卷儿才是最快乐的。今年的第一朵卷儿到手了。那种卷儿才是极品。哇，这里凉多，哇，好大。嘿，那里也有。结果那一圈范围好多卷儿，大家能帮猜一下，我在那一圈范围里头能够猜得到好多朵卷儿？一朵，两朵，
一共18朵，有人猜对了没得？当你发现一朵，有可能你都会发现一重卷儿。哇，哈！不能破坏了生态，还是把它的茎包又摘回去。金刚藤的嫩芽，你采一点拿回家烫火锅吃。那个是不是长得真的像笋子一样嘛？我们喊它酸汤杆儿，用来炒肉吃，相当的好吃，味道酸酸的，就像酸菜一样。长得都像笋子一样，那个野菜应该很多人都没吃过它哟。野菜火锅圆，水芹菜再来一把。走下一个地方。一把鸭脚板到手，那那一大些一秋事儿。你们喜欢拿那个啷个吃？野菜火锅儿，那个是第七种野菜了哟。这块田折耳根多，敲点折耳根。爷，这里还有个笋子哎！嘿，师爷，你在挖笋子啊？里头，姐姐你们摘下来哟。我去摘了野菜，你看摘好多。哎，我们一路烫火锅吃嘛。我正准备拿那些野菜烫火锅吃。我们那个笋子啊，就烫噻。要得噻。云欢，你也在那儿挖哟。哎，对嘿，结果你们恁个多人在那儿挖。我都说那个路边有笋子。好多了，十月，你们屋头的笋子好多哟。好，吃了。今天烫火锅光是素菜啊，我们张书记不去做个鸡油，要不要得哟？要不得呀，啷个要不得？走吧。啊！快点，嗨啊！张书记把你屋头的锅碗瓢盆哈都拿出来。今天我们组队一共采了10种野菜，期不期待我们的野菜火锅吗？水芹菜、鸭脚板、酸汤干。校长书记，你那个鸡汤很是香哎。香啊，说起就是安逸啊。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还有一个烟头。哎呦，哎，还可以。张书记家头的鸡。晓得，待会儿我们弄个鸭子。嫁给你就嘛。待会儿就按猪。你还要厉害些，那头弄头猪。现在想去参观的小土豆，这个酸汤根拿来凉拌吃也很好吃。这多好吃！我做的酸鸡脚，嗯，这样是个酸鸡脚。对，做的肉。今天没做好，可不来。没做汤。
今天把那个干的啥？我想从你肩头甩烫一下。哎，他真的有。弄完噻。哎，一个两块。有嘛？我没吃雪碧，要人钱。那个呢？那个烫了都要吃。柠檬，柠檬，你放了。一般都是人吗？上都不上哈啦。先收钱了，给你们说嘛，摆摊儿真的会上瘾。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亲爱的，燕儿有米吃，今儿卖五元吃。马上，马上，师傅，刚刚你背起来就遇到一位爽快的师傅，直接喊我称十块钱。他说他晓得那个米吃很好吃。来，师傅，给你装好了。十块钱的，你要不要看一下秤？哎、没事。好嘞，谢谢师傅，慢走哈。开摊卖了十块钱。开摊呀。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上都不上来了。这个里里子真的好吃。刚才也遇到一个师傅，他直接喊我称十块钱的，先收钱了。哎，十块钱，师傅慢着。咦，卖了二十块钱了。给你们说嘛，摆摊儿真的会上瘾，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跟他们打交道啊，真的是很有趣。最期待的就是遇到那种爽快人，直接上都不上，价都不降。那个李子好吃，五元脆。哎，我吃这么准啥？准上，上嘛上嘛，好吃，三块钱一斤。又不贵，这个李子一点都不适口。称点哈，好的。来嘛。那个土豆子啊，手好看啊。哎，对头。那个李子是你是万松那边摘的。哦，那两点称李子啊，回头客。对头，亮亮是我的回头客。对头，那个品种哎，李子点都不适口，八分甜，两分酸哈。差点点，十五块钱，师傅，哎，好，十五块钱。亮亮是那天来买过我的李子的，今儿又来照顾我生意啊。好的，亮亮慢走。给对面理发店的叔叔借了一个小板凳坐。哎呀，那样子轻松多了。那个理发店那个叔叔很好。三块钱斤上，哎，不是不是，那个你上嘛，你绝对吃了过后，绝对不好意思。对，吃了过后你都不会说是两块钱一斤的李子了，称点哈。这个李子你吃了还回来买，都没得了，没得了，我们市场临时那边很少人种那个李子。你属于啥子啊？五月翠梨，皮子一点都不利口。三块钱斤，来嘛，选嘛，三块钱斤好吃，你上嘛。好吃啊！啊，爷爷你要那个吗？还差。等爷爷称了来哈。三块钱，
儿媳妇，那好，来，那爷爷，不麻烦，一块七哦，一块七。尝一根儿就梨子啊，梨子三块。啊，三块，拿个番茄一块。啊，三块五，两分酸，八分甜，皮子一点都不涩口。好嘞，收到了，姐姐。哎，慢走。承受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刚才那个帅哥给我买了一大包走，还剩那一点梨子了，钱也要卖完了哈。啊，还剩呢，今儿要下个早班了。来哟，好吃的梨子，我也脆，最好那点儿。哎，来买哟，番茄，土番茄，我也脆梨子。哇，好吃！婆婆，那个梨子好吃。我那个梨子叫五月翠梨。好，多少钱一斤？三块钱一斤。三块钱一斤吗？嗯，你尝嘛，你拿一个尝嘛，是不是啊？皮子一点都不利口。我喜欢有盐的，有那个酸的哈。有酸的，不要怕的。八块钱，八块呀、啊，嗯，多了点不嘛？本来多算了嘛，算了，我把钱给那个上点了，兄弟。哎，好嘞，好嘞。你那个背的好乖呀，小小的。哦，好乖，慢走啊，宝宝。对，那个梨子皮子一点都不利口。我要去俺那点儿买，我就知道我买点好点的吃。你看，要得好的。那个姐姐她买完了。行吧，吃吧吃嘛。我给点上吃了，我多给点钱吃。没有，没关系，吃吃吃。我多给点钱。亮亮，你吃，没关系。遇到一位姐姐，一下子都给我买了。买梨子，哦，早买完了，那个梨子好吃。哦，没得了，来晚了。姐姐，二十三块钱。哎，好，来，姐姐，你特意提了个大口袋来买菜哈。我都不来买梨子了，菜我都不买，哦。谢谢你，姐姐给我买通了。爷爷，你的番茄卖完了哈？我看你在那儿数钱数得欢了哟。提个大锤了吧？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刻了。刚才清了一下钱，六十斤梨子卖了有160块钱的样子。嗯，啊。今儿那个梨子好卖耶，那个六十斤梨子。走他了。哦，谢谢。走了哈，爷爷，拜拜。开心开心，今儿下了个早班。叔叔，啊，还你板凳，谢谢了哈。啊，今天卖得快，嘿嘿，早都卖了。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山头的那种树枝点点儿，在大城市里头都卖到100多块钱一斤了。嘿，那上面的野小蒜又粗又壮。春天挖野小蒜儿，就是最快乐的事情。
吃个甘蔗，慢慢挖。为啥子？那些野小笋非得要长到那个黄婆婆上面吗？为啥子那些野菜要比家里头种的要好吃些？搞不懂。看嘛，两锄头都是两块钱了。不要笑我财迷哈。这个头头好大一颗颗的，你们吃野小笋喜欢吃那种头头的，还是喜欢吃那种叶子部分的？我都喜欢吃那种叶子部分的，我觉得很香。飞白，走开点儿，走开点儿，飞白，挖到你！走开点儿，飞白，走开点儿哈。换地方了。来，宝宝，你在打春药了呀？哎呦，很忙，我们春药。啊，哎，那时候正是吃春药的时候哈。哇，好嫩，好嫩。我又给你拿到重庆去卖噻。哇，哎呦，春药好吃，都是不好摘个。那个春药树都是吃露水长大的哈。哎，又不用管它，到了春天，再来采摘了，味道哈。帅。羊羔宝宝还是种的嘞，哎，看飞白哈哈都是一楼那儿，看嘛，飞白，你吃不吃嘛？那个菜安逸得很咯，哈哈都踩到一楼那儿了哈。你里头摘的是南瓜秧秧吗？哦，这是我们摘的。春药胡到时候又跟我一样忙了，那像不像一束花儿一样？那都是春天的味道。赖婆婆教了我一个叫卖的方式，把那棵树丫丫活到去春天，一路放在卖场上面，那样子的方法是相当有卖相的哟。飞白，过来，打你个小狗的一天的，都去追别个鸭子。山路吧，你啥子山路？看看。就那些，
啊，对，我把那边吃了，那边那洗出来。这个还是都是我们用的。下个星期那些桃花都快要遭谢了都。嗯，老那这个的，哎，古这里都追追上的。嗯。把它捞掉。我没去做那么好分早我不管我们没花到一个小时都打了那个多嘞哈对那样子一把一把的捆起好多钱一把哈老板你是哪么那个的煎饼哪能可以我干一箱干一箱就不碰了噻卖菜都是要捆一个卖一样出来那样你的菜才好卖。啊？还有三点子子，我哪晓得这样玩嘛？嗯。对明天拿到市场上窝蛋和春燕是完美的搭档哦赖婆婆屋头的窝蛋和春燕明天进入重庆市场野菜采进城头卖今天我采一个城里头人见都没见过的野菜就是那个野菜我刚很负责任的说城里头的人见都没见到过只不晓得他们敢不敢吃了说你都挖好了呀孙子那个孙子带到城里头去那些人还喜欢呢好买像那种孙子你们喜不喜欢吃嘛那个也能我们挖些来吃啊嘞你们挖了一些来吃啊啊就是那儿洗都挖茶的看不用哎呦亮亮也挖了一杯煮的有孙子啊我不吃没吃好今儿又是一笔收入呵呵好张堂根要噻我给你一下带到城头去卖钱我自己也撇了一些上一次我们切的那个清明菜拿到城头去卖好多人喜欢了今天又把那个新品种野菜拿起去搞一会儿
那个钱都好看嘛。对，看，那样一捆一起都好有卖样了，就像一把绳子一样。对，漂亮了。我们把农村那些好的不值钱的东西全部把它变成钱，而会那种不值钱的好东西都把它拿到城头去卖，都变成值钱的东西了噻哈。我们一路背到屋头去。嗯，亮亮，你在看你们猪儿吗？哎，咦，我看看，哎，看嘛，咦，又生了那个二四六八九个，哎，九个，哦，他隔了奶了哈，嘿，隔了奶就在那儿叫唤来。亮亮，我今儿来收你的鸡蛋，要得没？要得，那边饭吃了吗？没，还要吧？我煮好了的。不用不用，亮亮，你们个人吃。你们吃，你们吃到不？你不喊我吃饭，看嘛，那个就是亮亮他们喂的鸡。平时我带到城头去的那些鸡蛋呢，都有周亮亮他们屋头的。嘿，乖乖些，你们家生了好多蛋哟。嘿，我都把你认熟了，你是长期在这个地方生蛋的哈。生了两个，不好意思，捡了。哎呦，像绿扣扣的。我都晓得你们那几只鸡长期是在那些那个树根根下面生蛋。哎，这是那个树林里头肯定有货。哎呦，好多个！我晓得那些鸡，它是长期在这个地方蹲点儿生蛋的。听你说嘛，那点儿也是他们的基地。哎呀，糟了，本烂了一个！哎呀，这本烂了，煎蛋也要小心了。你们在吃蛋吗？啊，我会儿，可惜了，遭吃空了。周亮亮他说的，那个鸡圈里头的鸡，一天都要吃十多个蛋。给你们说嘛，一只公鸡，它会带领一群母鸡霸占那个区域。它都会在这个区域里头生蛋，你看那个公鸡，它都带领的那群母鸡在这儿生蛋。这一只公鸡统领的都是那一个区域，看那些都是它的老婆。嘿，这儿的狗捡到，好吃了。到处生，哎，那两个还是热乎的。耶、yeah ！那个五黑鸡大量的生六颗蛋，但是有的还是要生一些分颗蛋。跟你说嘛，那种五黑鸡野得很，会飞餐呐。我去捉一只给你看看。
二十多，77个要得。哦，一共77个哈。嗯嗯嗯。好的。嗯，要得。我把钱给你，娘娘我都背起走了。嗯，要得。改天又来收你鸡蛋哈。嗯，要得，好好。走另外一家，走了哈。何娘娘，你们搬那个酸汤根搬了好多，哇，好恁个多，比我还搬得多。我们还有多些哈。对，他里头应该好多人都没见过。看嘛，那虎杖都是那样吃，把它的皮剥了，就吃里面的果肉。明天周亮亮、王叔叔的鸡蛋，何亮亮的酸汤根，还有陈叔叔的笋子，全部进入重庆市场。哇，一大杯，漂亮。哎，不是很重哎。好，要得，亮亮，我走了。丝瓜才80钱一斤，今天我又来你娘娘地头采100斤丝瓜，晒丝瓜干儿。哦，还是这个牛。哦，那个三伏天做事才恼火哟。哇，叔叔，你折恁个多那个莲蓬啊？是噻，我折恁个。哎，那个辣椒那样吃，都像那样生吃都好吃哈。哎，生吃要过。嗯，甜甜的还好吃，还没得好老吧？那些老很多东西。哎呀，娘娘那几天那个丝瓜才不值价哟。才99钱一斤，没白斤丝瓜，我把它背到起我们家附近的那条小河干来刮皮晾晒，看一下那白斤丝瓜能够制作出好多丝瓜干。哇，终于弄完了，花了我2个多小时，终于把那个丝瓜皮给刮完了。下一步进行切片儿和晾晒。太阳都出来了哟，赶紧赶紧，待会儿好晾晒起来。100斤丝瓜，丝瓜皮都装了有一倍哟。单单是那个切都耗时了我1个小时，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做起来难，有稍不注意就会把它切断。哎呀，啊，一定要轻。接下来那项工作都交给太阳了。100斤丝瓜。能够晒出好多丝瓜根儿，3天之后
是很小。那一堆包谷是今天早上一早上的活路，这儿太阳出来了，正好把它拿来晒起。好，就等它晒起。那个天除了晾晒东西，就没得其他事情可以干了。那个丝瓜干的水分太大了，晒了79天，终于把它晒干了。还是挺香的闻起，我们来称一下那白金丝瓜晒干了过后有好重，一皮1.12斤2两，那个丝瓜缩水量太大了吧，多有意思的。今儿中午拿一点点来烧肉吃。